帅啊，我喜欢你啊。见到蒋万安婆婆妈妈好兴奋，一拥而上将她包围。小心小心，谢谢哦，小心。桃园一向被视为蓝营票仓，万安旋风从港都吹到桃园，人气更是红不让。但粉丝留人再激情，蒋市长还是有记得，太座有交代。今天来到桃园，刚刚走了几个选区，我感受到桃园乡亲的热情。那我的老板就是我的太太，特别交代，晚上还是要回台北，要顾三宝。半夜要起来帮忙喂奶。女性票抢好抢满，亲子票也要顾，扮圣诞老公公玩旋转木马，尖叫声不停，前进速度粉丝决定。桃园辅选虽然只有半天，六位选将却抢排了七个行程，不止雨露均沾，还得重点加强。而选将们活动设计也是费尽心思，从吃牛肉面，这完全是要凭感觉的。你知道我下面给太太吃，哇，好香哦，还没加上就好香了。放这，吃当主的，吃当主的，还有倒 cosplay。还有合体桃园市长张善政要扶选小鸡，也不忘为母鸡股票。侯康佩到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，踩稳脚步。侯康佩最大的支持，给他们鼓励，让我们顺利当选，好不好？好。人气有多旺，看他离开前警方摆出的阵仗就知道。赶快把他送上车。远景逐城人墙护送上车，首都市长辅选列车启动，行程好忙好忙。TVBS 新闻许家瑞、李宗泽桃园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